那咱们现在就行动吧，这等了都快2个小时了。就是，万一他老婆孩子今天晚上不走了怎么办呀？不会的，平时5点就带孩子去参加补习班了，今天也许还在收拾东西吧。再等等。还等？不是侯处长，你知道现在可邪了吗？就是跳楼成风啊！我友情提示啊，咱们这个赵大处长，他家可住4楼。4楼。 加班，啊，还加班啊？我们这都大眼瞪小眼1个多小时了，还瞪啊？接着瞪。今天晚上有任务。哪有那么多任务啊？你的大好青春都已经耽误了，就别再耽误我跟周正了呗。给我们俩点时间谈谈恋爱啊！谁敢耽误你们俩呀？就在这儿谈，不算你们干私活。 陆处长，您在这看着，我们怎么谈呀？你们不是老说我不会谈恋爱吗？两位老师，就在这儿谈，教教我呗。老陆啊，你这是让我们加班躲避相亲吧？我是要惩治叛徒。 是赵德汉吗？啊，不是。搜查令。跟我进来。哎，你们这干什么啊？这么四处要民宅吗？怎么来这么多人呢？搜查？不是，我这有什么好搜查的？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啊？不，你们不能欺负到我这个平头老百姓的头上吧？哎，小老百姓。 我们还真不敢欺负。我们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反贪总局的？怎么，没听说过？就是专门抓贪官的，所以你得配合我们。我是串通了你妈，咱吴法官，又给你物色了个对象。 可我这不是关心领导吗？我是希望你早点结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甭跟我来那个，结了婚就幸福了。林花花，我还告诉你，万一我不幸福啊，我加班加死你。哎哎哎，花花，算了，咱们啊也不为难陆处长，我下次再请你。哎，这关键时刻呀，还叫周正有觉悟。 他哪叫觉悟啊？只要不让他花钱，他比谁觉悟都高。喂，是，检查装备，准备出发。是。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接到实名举报，称北京某部委一位处长涉嫌巨额受贿，汉东省荆州市一位副市长也涉案其中。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要求汉东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立即配合北京行动，协同调查。季检察长，您这是？陈海，你胆子不小啊，和省委一声招呼都不打，你就要抓一位厅局级的干部，你想干什么呀？检察长，我电话里不是已经跟您汇报过了吗？再说，这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的指示，北京已经开始行动了，让我们把犯罪嫌疑人控制起来。如果因为我们行动迟缓让犯罪嫌疑人跑了，那麻烦可就大了。现在麻烦也不小，你想干什么呀？要行动吗？你突然给我打个电话，什么意思？县长后奏啊，什么都别说，行动暂时停止，跟我到省委进行汇报。行动不能停止，怎么不能啊？现在就上我车。立刻回局里待命，所有人不许离开。抓贪官怎么会抓到我这儿来了呢？有哪个贪官能住在我这种鬼地方？我这是个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啊！如果贪官住在这种地方，那说实话，老百姓啊非得放炮仗庆祝不可。你是郭清平的，这一碗炸酱面就把晚饭给对付了。中国的老百姓不都是这么过日子的吗？你可不是老百姓，你是处长啊。处长算个屁啊，在北京啊一板砖下去能砸倒一大片处长。可你这个处长不一样，权力大。我都听人说了，拿个部长跟你换你都不换是吧？权力大小那都是为人民服务啊，有钱就可以任性了啊。我不是说你啊，你这个同志你的思想觉悟啊真是有待提高。说得好，听到没有啊？有权不能任性，但可以谋私，是吧？嗯。好，好，高书记，陈海就在我车上呢，我们马上赶过去。好，一会儿见。侯亮平怎么跟你说的？猴子说北京的嫌疑人一家人都要出国旅游，这不是怕跑了吗？所以要提前行动。他让我们把这边的嫌疑人给控制住。这是他个人意见，还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的指令啊？我问他了，我说你是代表你的猴山呢，还是代表最高检反贪总局？他说他都代表，手续正办着呢，回头通过最高检的这个特殊渠道过来。传过来没有？这不在办呢吗？这么说还没传过来啊？那你不能听他指挥，出了乱子谁兜着呀？不管怎么说，反贪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他侯亮平就是一个侦察处长，级别还没你高呢，他指挥不了你。季姐，不能这么说，人家猴子升了，现在是括号副局，好不好？哼，这猴小子还真进步了。我说你们怀疑我到底有啥根据啊？有权利就可以腐败啊！跟你们说实话，我在的这个位置，嫉妒我的人呐很多，想看我出洋相的人那也很正常。那今天我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我劝你们呐别再瞎操心了，都没吃饭吧？赶紧回去吃饭去。嗯。赵处长，依我看呢，这谁都出不了你洋相，但凡出洋相，全是自找的。我们今天为了不让你孩子看到你出洋相，在你楼下等了2个多小时呢。
我说你老婆今天在家磨叽什么呢？平时周六不是早带孩子去上补习班了？你们连这个也知道？我们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你。你孩子今天该上英语补习了吧？嗯。要不是老师说临时有事儿啊，他们娘俩早就走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当父母的都一样，谁都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吧？说我那孩子吧，一年补习费就三四万，那也得投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都得苦着自己。对，差点忘了这茬。说一千道一万，我们不属于侯亮平领导，我们属于汉东省委领导。要抓我们的副市长，还得经过省委同意。可是纪检大长，最高检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侯亮平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的侦查处长，他要求我们协助办，给手续我们抓人，那没得说。我知道我们是双重领导，可问题是手续没有传过来吗？所以我们才紧急到省委进行汇报，这也是积极协助他们工作嘛，你说是不是？哎呀，陈海呀，遇到事情啊，不要急，多动动脑子。咱们汉东啊，有些复杂。先不说高育良书记，就这荆州市委书记李大康，你我惹得起吗？你要抓他手下的副市长，连个招呼都不打，出了问题，我们被动不被动啊？别忘了，他是省委的常委啊。我得给猴子打个电话，他还等我电话呢。侯处长，在书柜里找到的存折，多少钱？加起来一共是125630。欧元还是美元？人民币。我说同志啊，我总不至于连这点存款都不该有吧？不至于，不至于。这些钱还没我家多呢。还有别的发现吗？没有。没有。同志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是搞错了。打铁还得自身硬，党和人民啊，能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我，你说我能辜负党和人民吗？不能。正因为我这个人原则性很强，所以啊，才会经常遭到这样的重伤，习惯了。哎呀，不会是我们真搞错了吧？这查到廉政劳模家了。你慢慢吃。陈海，你开玩笑吧？没跟你开玩笑啊！我现在正在跟纪检察长赶往省委高育良书记那儿呢。让你们纪检察长接电话。你等一下啊，纪检跟你说。啊，侯大处长有什么指示吗？纪检察长，我哪敢指示您啊？这么多年不都是您指示我吗？情况呢，陈海应该都和你说了吧？我这个手续啊，一时没下来，您就不能帮我个忙？正在帮你忙啊，所以才紧急赶往省委汇报啊。哎呦，等你们汇报完了，这黄花菜都凉了。通融通融不行吗？黄瓜菜凉了不要紧，我再给你上一盘仙桃怎么样？我别的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的黄花菜。好啊，那你向高育良书记去要啊，你们是熟人呢，他是你的恩师吧？高书记啊，高书记能帮我拘人吗？我到头还不是得找您啊，您是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啊。我这黄花菜要是弄丢了，我非得来汉东找你们赔。好，我陪你。这孙猴子还赖什么了？我纪检察长，我们确实要小心，毕竟北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倒也是，万一出了纰漏，走漏风声，
我们没法向最高检交代呀。这样吧，你现在就通知下去，让陆一可他们盯紧了，千万别让丁义珍溜了。陆一可，马上带着一处的同志到现场，盯着目标，等我的命令。是。陆处长，丁市长就请了我跟华华，没请你们啊。废什么话呀，这能不能蹭上饭还不一定呢啊，得看你们的本事，要不然啊连盒饭都蹭不上。你太小瞧我们了吧，还有我林华华蹭不上饭。丁义珍在哪？寒冬国际酒店。他在那儿干什么？郭明峰项目会正在那儿开呢。上啊！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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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还在我们公司大会上说，没有丁市长您，就没有我们集团的今天。所以，谢谢您，我谢谢您。哎，行了行了，李总啊，你要真想谢，就应该感谢咱们市委的李大刚书记。其实我呀，也是给咱们李书记打工的。您客气，您客气。先生，请问您二位是？啊，驾驶员陪领导来的。哦，二位这边请。国土和矿产资源这一块一向是腐败的多发区域。金州市的一位主管副市长和省厅的一位副厅长，就是倒在这个位置上。这位丁副市长看来是腐败掉了。最高检反贪总局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丁副市长涉嫌受贿，而且数额巨大。我省的一位市长受贿，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先知道了？昌明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高书记、李书记，事情是这样的：福建的一位投资商向国家部委的一位处长行贿批矿，没有批下来。这位处长也是贪了点，事情没有给人家办成，还不肯退钱。这位投资商就向最高检反贪总局举报了。这样一来啊，不但举报了那位处长，拔出萝卜带出泥，把咱们的丁副市长也举报了。集合。都去楼下等我。收队。诸位慢走啊，不送了。赵处长，真的不送我们？我这面条还没吃完呢，汤都冷了。讲究啊，原汤化原食。行，等你，等你把这面汤喝了。你非得让我送你干什么呢？什么都没查出来，心情不好。再说了，你送送我们又怎么了？当了大处长，连客人都不送了。行行行，送送。啊，穿个外套，外边冷。哎，行。这么说，这个涉案矿在咱们汉东省？是，就在我们荆州市。玉良书记有所不知，我们现在荆州市正在搞煤矿的资源整合，我挂帅，具体丁义珍抓。所以啊，这投资商才会对我们丁副市长进行贿赂呀。玉良书记、大刚书记，你们考虑一下啊，是不是
先由省纪委把丁义珍给归下来。嗯，我同意齐厅长的意思。老金，嗯，你是检察长，谈谈你的意见。啊，高书记，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北京那边呢，已经把立案的手续传过来了，让我们拘。可要是归起来呢，也行，先把人控制住嘛，以后不管怎么样都好办。但是，从我们检查的角度来说，还是应该按照司法程序办，这样比较稳妥。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还是倾向于先拘起来，是吧？是。陈海，你是犯贪局长，也说说你的意见。我倾向由我们检察院立案侦查，拘。那就再见啊，赵处长啊，真是舍不得跟你分开啊，要不跟我们上车，一起去下个点啊？你干什么啊？我告诉你啊，我哪儿都不去啊！哎，你必须去，这好戏才演了第一场。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什么第一场、第二场的？第二场的搜查令，你办公室。我办公室。嗯。现在，你想没想到过，这个时候去我办公室会给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以为我办公室是自由市场啊，可以随便出入？知道，赵处长的办公室当然不能随便出入。外省的副省长要见你，也得站一个多小时吧。哟，你这个同志消息倒是蛮灵通的啊，连我们部里发生的这些琐事儿你都知道。那既然这样，咱就把话说开了。这事儿不是我们二处的，这是六处的。行，那我就说说你们二处干的事儿了。上个月中旬16号上午，你们二处一位小姑娘，把汉东省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拦在办公室门口两个多小时。你认识丁副市长？汉东的丁义珍？那是，相当的熟。丁义珍埋怨你不够朋友，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去你办公室3次，站了腿都疼了，才能见到你老人家。什么朋友不朋友的，这一码是一码。同志，我这个人办事儿是讲究公事公办。好，公事公办是吧？上车。啊，你干什么？你这样我要报警的啊！我真是怀疑你的真实身份。就，来来来，看看清楚。你是侯亮明？对，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如果你还坚持要报警的话，打电话吧。我觉得你我之间呢，肯定有误会，有大误会。丁市长，要我说，您就是咱李大康书记的化身啊！哦，你别说，你说的话还是有点道理啊。其实我呀，就是个化身。你们大家都干出了成绩，挣了大钱，一定要感谢李书记。感谢我们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就敬。好，丁市长，他就敬这个书记的好政策，敬咱们这个好时代，好不好？好。这位丁副市长人缘不错嘛，敬他酒的人都排大队了。不懂行情了吧？你知道这位副市长是管什么的吗？土地划批、矿产资源整合，对了，还有老城改造。你以为别人敬他酒，敬的是他的人缘啊？那敬的都是他手里的权力。这老城改造也归他管啊？嗯，不是李达康亲自挂帅吗？李达康那不是亲自挂帅，那叫亲自挂名，挂名啊，总政委。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啊，是不是我们就协助反贪总局来执行拘捕，而把办案权移交给北京最高检，我们什么都不管了，是这样吗？
李书记，你的理解可能有一点点误差。这个案子根本就是最高检的，我们只是协助调查，跟我们没有关系。我正要说这个呢，丁义珍的案子如果交我省来办，主动权在我们手里头；如果要交到北京最高检，那今后出什么事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并不是包庇谁啊，完全是出于工作角度考虑。老金啊，陈儿，你们二位呢，既要执行最高检的指示，也要考虑到我省的特殊情况。让北京突然把丁义珍抓走，会不会造成我省投资商大面积出逃啊？光明峰项目该怎么办？这过去是有教训的。是啊，光明峰是一个280亿的大项目，而丁义珍呢，又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啊。玉良书记，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定要慎重。还有一个情况，大家也知道，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刚刚到任，现在正在下面各市县进行考察调研。我们总不能给新省委书记送上这么一个见面大礼吧。陈海发现了这场汇报的复杂性，表面看起来公事公办，实际上另有内容，暗涛汹涌。我可以跟你去，但是但我有个条件。你还有条件呢？行，说吧。我觉得为了不给我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咱们俩能不能骑自行车过去？你一辆，我一辆。我自行车就在这儿。平时我跟我爱人上班啊，都是骑自行车去。不行不行，这太危险了。你放心，我不会跑的，我绝对不会跑。你跑得了吗？可万一路上有车祸怎么办？行了，别墨迹，再墨迹孩子该放学回家了，让孩子看到这一幕多不好。上车。这辆车一旦开进我们部委大院啊，我这个人这辈子的政治生涯可就全完蛋了。人家还真以为我犯什么事儿了呢。赵处长，你还以为你没犯事儿啊？我能犯什么事儿啊？说实话，我这人政治觉悟是不高，因为我贪小怕事，这一点部里的人都知道。我这人是只知道工作，我不太会生活。知道知道知道你爱工作啊。你去年不是还拿了一个先进工作者的奖吗？所以，为了照顾影响，我刚才才想跟你两个人骑自行车去。别骑自行车了，不让你骑自行车也是为了你的安全。那行，去就去吧。但是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在天亮之前咱们就离开呢？这样降低对我的影响。高书记，李书记，既然我们是在讨论问题，那我就实话实说。不管丁义珍这个案子给我们汉东省造成多大的冲击，我们都不宜和最高检争夺办案权，以避免以后我们的被动。昌明同志，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把丁义珍归起来也是查他的问题啊，只是我们在手段上有所把控，对我们尽量有少的冲击。老季啊，我觉得达康书记考虑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几位领导，先举起来吧，真没时间考虑了。至少先把人控制起来。你坐下，急什么？坐下。既然意见发生了分歧，就要进行充分的讨论，要更加慎重。我看这件事情，还是要请示一下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陈海啊，你那边什么情况啊？说好了协同作战，你们就这么掉链子？还有季检察长，真想帮我就别去汇报。我现在协作手续已经传过去了，你也别和他们商量了。丁义珍，我是志在必得，你直接抓人吧。你有点耐心啊，等我们省委的决定。还等？哎，我可告诉你啊，
这人要是跑了，别怪我跟你翻脸。好啊，等你好消息啊。省委沙书记的电话接通了，情况我也汇报了，沙书记想要和你亲自通话。戴刚书记，老季，你们稍等片刻。瑞金同志，我是高玉良。你今天应该在盐滩市做考察调研吧？我省的新闻很讲时效性嘛，我还没出山呢，你玉良书记就什么都知道了啊？夏书记，你在党政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一针见血。哎，瑞克，谁在现场盯着呢？周正华华他们。好，你告诉他们给我盯住了，随时准备行动。哎，我说头儿，您那边还没汇报完毕呢。高书记正和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京商量，马上。沙书记，我准备组织全省的政法干部，认真学习你这个讲话，组织同志们讨论你提出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脉联系，这是个大问题。行了，玉良书记，学习和讨论的事情以后再说，咱们先谈谈你的事情吧。是不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要我们协助他们办案呢？是的，要求我们协助拘捕一位犯罪嫌疑人。这个犯罪嫌疑人叫丁义珍，是荆州市的副市长。华华，目标怎么样？一直在出手喝酒。目标就没有一点察觉吗？没有，目标一切正常。好，盯紧了他们。头说，马上准备行动。明白。来来来来，好，好，好，丁长，我啥也不说了。我王某对你老人家的一片真心，都在这瓶啤酒里。你老人家随意，我一口把它闷了。我祝你老人家，精神健康，身体愉快，永远永远都愉快。哎，大家别笑啊！其实王总说的也是蛮有道理的。哎，至于身体愉快的事儿，这只有请王总回家跟他老婆个别切磋了。所以嘛，王总的身体啊总是愉快的，而且永远愉快的。但是精神上嘛，是不是健康？我们就不知道了。王总是精神啊，什么时候健康过啊？他一直很肮脏。玩笑归玩笑啊，但是我希望每一位在座的人的精神是不能肮脏。对，要永远健康。对对对对对，我们大家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大家说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来，好，来。赵处长，我听说你这个部门管理着我们全中国所有资源项目的审核，是吧？话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我们是为全国的
资源项目为他们服务的。管理即服务嘛，那你这个部门是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服务部门，我没说错吧？嗯，你这柜子里锁的是什么呀？哎，我猜猜看啊，是下面需要你们服务的各省市上报的项目材料，对吧？侯处长，这下你知道我们平时的工作有多繁重了。是，副省长要见你都得在门口站一个多小时呢。哎呀，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我们主要是人手太少了，就跟医生看门诊一样，就这样的，我们的工作还不被别人所理解。哎，赵处长，能不能满足我一下好奇心啊？啊，你是怎么收费的？收费？收什么费呀？我们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啊啊！我就问问。哎呀，我看到你在这儿啊，我就触景生情啊。你的前任也在这个办公室，被我们反贪局的同志带走的。他就明码标价，一个项目50万到150万。短短4年，这位贪官贪了8200万，你说他黑不黑啊？侯处长啊，你说的没错，确实是太黑了。啊，我们已经根据这个同志的犯罪事实，拍了一个警示片，让全处的同志都好好接受他这个沉重的教训。哎，侯处长，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可以送一套给你啊。啊，哼，好，说定了。这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我呢也新来乍到，不了解荆州的情况，也不了解丁义珍的底细，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吧，你是省委副书记，又是政法委书记，就由你代表省委相机做出决断吧。好，既然你让我相机决断，那我就代表省委做出决定了。来，美女，喝一杯。这位大哥，我陪你喝一杯。来，干杯。来来来来来来，敬你们诸位企业家。哎，谢谢，谢谢，好吧。丁师长。你们电话。好。喂，啊，我是啊，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好。明天刘省长到我市视察，我要赶快准备材料啊。下面就叫王主任。啊，替我敬他舅舅。哎，来来来，同志们，同志们，我接班了啊！我代丁市长敬大家一杯。你到西门等我，快点。大家久等了。高书记，沙书记怎么说？哎，大刚书记呢？哦，刚还在。同伟，叫他一声。沙书记说：“让我们相机决断。”那您赶紧决断。你看，有气。
玉兰书记，我回来了。啊，达康书记回来了，我们继续开会。我是这么考虑的：首先，我们的利益足点是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在反腐倡廉这个问题上，绝不能犹豫不决。所以我看，这个丁义珍非抓不可。赵处长，说说这个吧。可以。这个是我工资卡，这是我的奖金卡，这是过春节发的过节费的卡。哎，什么过节费啊？部里每人都有，一人3000。哦。小张，带刷卡机了吗？带了。拿过来。